好，这个诈骗集团用色诱的方式不稀奇，但是看到在基隆市呢，这位妇人60岁了，还可以用色诱的方式，这个挑落单的一位老伯伯了下手行抢，而这个还抢走老伯伯3万多块钱。画面里这位老妇人撑着阳伞，看到老先生独自一人，先是扭腰摆臀搔首弄姿走到他的身边，不断调情言语示爱，还要老先生跟他回家泡茶。老先生心花怒放，不疑有他，就跟着走进暗巷。欧巴桑先是上下其手抚摸阿伯的身体，又搂又抱，夸赞他人帅身材又好，但随即抢走老先生身上所有现金一共37000块，拔腿就跑。他骗说要带他去他们家聊天泡茶啦，他说要从后门，他就说要门栽啊。回到事发现场，赖姓老翁想起这段艳遇惊魂还心有余悸，他说这些钱是孙女过年给的红包，因为不放心才带在身上，没想到钱还是被抢走。是一直摸他这些，他面对面嘛，然后就是一直摸他后面，就这样子一弄就起来。对，你看他就抽了就走了。希望透过监视画面将这名60岁严姓妇人逮捕归案。他专门在基隆地区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色诱行抢，老阿伯以为有艳遇，没想到养老金差点一去不回。中央新闻陈世勇基隆报道。